终于都洗完了，鞋都刷了，羽绒服这个都快干了，昨晚洗的。这个嘿嘿，然后洗衣机里面还转着一桶，马上洗好了，我可以装车了。Hello，大家好，我是朵拉，今天是正月十五了，元宵节，在这里祝所有的友友们元宵节快乐，阖家欢乐。然后今天很棒啊。就是所有东西都弄好了，后面再去张掖市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累赘了，不需要洗那么多东西。等一下就是把东西装车以后，就在下面的洗手间把我的车床车外面的灰给擦干净，然后就可以把衣服挂在外面晒了。我们永川县的友友，然后今天有空呢，正好要过来这边，办点事，然后就拐，知道我在前面就追上来了，啊，给我送吃的喝的，太感谢啦！现在人风大，风是真的太大了，太大了，我的天哪！下午一直在这个风口上面啊，你们看这个风力发电机就知道了。哎，然后现在还没有走出风口，又是风口又是上坡，哎，确实很难。前面我预估的还要几公里才能出风口，明天再说吧。今天元宵节就早点扎营做大餐吧，这儿正好有路口啊，还不错，正好可以挡住西风。就在这儿，帐篷扎这儿。唉，白天挂不了那么多衣服，晚上把裤子都挂出来。白天的衣服大部分快挂干了啊，这是不是很棒？这挡着西风，就算明天变风向了啊，也吹不倒，它背后还是挡着墙。先煮汤圆儿，汤圆带了一路了。今天不吃，啥时候吃？
想让它浮起来，不然的话一会儿又粘起来了。哦，加入米酒，加入白糖，多拿两勺。我喜欢吃甜一点哦，三勺差不多吧。黑芝麻糊、米酒，再加糖的味道，棒棒的！哎呀哎呀哎呀，都煮过了，哦，煮的有点过了，但是这样软吧，嗯，我觉得煮久一点好啊，煮久一点。这个一点都不粘牙，这汤圆是在永昌县大哥和姥姥过来看我的时候送我的，他们提前为我准备了元宵节的食材，然后米酒跟白糖是初八的时候，经过永昌县请我吃饭的小哥，他之前给我买的。所以说我过年的时候买了几十斤的食材啊，结果一路上到现在都还没有消化多少，这就是我为什么负重越来越重的原因。烧烤蘸料我真的找了很久啊，没找到，在哪儿去了？我之前记得，现在找不着，只能用我的这个麻辣蘸酱了。好了，手来着，手来吧，跑过了。哦，我是不是可以用我那个，那个蒸东西的那个，把它架着烤？刚好可以架在上面，我是不是人才呀？嘿嘿，哦，可以了，转蘸料吃吧。我明天一定要找到我的调料，我烧烤料它里面有孜然。我超爱吃孜然，这是金针菇五花肉，红色，一包，还有一包羊肉，羊肉继续放几天再吃吧。继续。过年买的，一直没机会烤。加了炭火之后就没法搁在上面了，哎，不该加炭火的，让它慢慢烤就好了，只能手拿着了现在。玩小刺花吧。
那个二踢脚的威力好大，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把我的轮胎崩了，因为我以为它只有一响，结果它是两响，而且还好像崩到了另一个地方炸的，这是把我吓一跳。就是这个小烟花跟那个二踢脚都是那个昨天我们两位模拟的大哥金昌的大哥送给我的，让我拿到无人区去对付狼群。他们担心我到无人区的之后那个就是遇到了狼的话就是不太安全嘛，就是让我不要硬正面刚嘛，就是拿这个驱赶一下，能驱赶就不要跟他们硬打。拿了几十个二踢脚给我呀，真的，这个二踢脚我只有到无人区去我才敢每天放，这个着实有点怕，吓到人哦，我自己都吓得一跳。好了，今天的仪式感又是满满的，今晚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拜拜，晚安。